啊，不可以用牙齿，不可以吐出来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黑。我没办法讲话，太满了，太满了。干，真的，而且你真的是在喊东西耶，应该是苦茶吧？没有，应该就是你的东西。没有，没有，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黑鱼。大家好，我是连理过来的凯洛。今天我们要来拍雪穗的影片。哦哦，听起来很可怕，尤其在现在下雨。先不要，我看到雪穗的洞了。你看到了是不是？我看到了目标点。奇怪了，怎么你视力挺好的嘛？视力。好，那今天是我们的梗图系列。那今天是我们的黑鱼梗图。哦，你自己的，对，就是我的梗图。哦，还有这种啊！我的观众定期，他们其实都会拿我们平常可能我和你啊，我和黑小，我和哪天，我们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他们会拿出来做成梗图。听起来跟地狱梗差不多了。有一点，其实大部分应该都蛮地狱的。那今天这是你放给大家看的，你有看过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看過，自己还没看過。对，我自己还没看过。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可以可以。好啊，那如果各位喜欢梗图系列，或者是想要投稿的话，我都放在下方自己链接，有那个 Discord 链接，大家可以进去投稿。好好 好。那我 Discord 的话，现在每个月会办小活动，然后像是什么日马比赛之类的。哦，你也会办日马？就是小小的，就是给观众玩。然后我会自己准备奖品，像是我可能跟厂商会谈耳机之类的。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加入。好，我们开始啊。好，顺带一提，今天没处罚，为什么？啊，真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苦茶了。苦茶喝完，上次被我们喝完了。对，我们苦茶喝完了。赞啊！哇，终于原来我们不用喝苦茶，只要我们喝的比他快，我就不用喝苦茶。没错。哦。影片发的快，就不用剪片了。哦，哎，是吗？好像是没有耶。哦。时间过，哎，啊，我什么时候？就是我们上次去拍那个。哦。旅馆有没有那个有用那个荧光灯照那个指纹跟桥，有没有小这样子啊？哦，哇哦，哇，天啊，时间过得好快，我们都长大了的。哇，你的体格都浴缸放不下了。你的话，准备变雪穗隧道了？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时间很近，不是今年的吗？我觉得对，今年一月吧。我觉得没有到好笑，但是是个梗图这样子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看铃木的一端是在主啊，因为酷酷是我们家艺人，然后。那时候好像是我因为什么，所以要给他钱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啊，然后他们就说，铃木另外就是债主。哦，苦茶。哦，苦茶。然后那个应该是七龙珠的梗。啊，他应该是打佛利扎，我想起来。啊，他脸，可是他脸不是佛利扎。他脸应该是佛利扎。是啊。佛利扎的嘴巴跟眼睛不太确定，但有点像。可以教我如何踏入新社会吗？一踩30年棉花，被鞭子抽30年，照3餐喝苦了，就能像我一样踏入这个社会的黑仔小。他已经成功了，他是个成熟的社会。而且我们后来找到一个小黑人的动作很像黑仔小这个动作，所以我就把它解出来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动作。哦，那边的好像我，谁会穿这件衣服？你。哦，靠背，你那时候有没有这件吗？没有没有，它是 P 上去的，它是 P 的，可以 P 很好哎，它 P 很好。凯洛转过去有急事，不行不行，凯洛有急事，我也有急事，你看看看看，我也有急事，你看看，你也转过去，你也转过去，不行，哇，硬硬的东西碰到我，一定不是手机。那个瞬间，凯洛发现。时彼刻，诸如此时此刻。你要说天下有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吗？哎呦，有有。为什么你被打飞一样？看到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了？我是立摩诺斯所属二期生，海豚魔幻小魔女的夏黑兔 Kyomi Usagi です。我即将在7月22号迎来我的1周年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接下来请大家多多指教哦。这次的主题名为“头上星辰的漂流瓶”，一共会举办2天的活动，分别是7月21号跟7月22号。7月21号的部分会邀请 V 朋友们来进行合唱，还有图带的部分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举办图带，所以非常期待当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7月22号有我准备给粉丝的惊喜，还要来拆海螺波们准备给我的礼物，我会好好保管并收藏大家给我的心意的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你的祝福呢？
ダメかな。来てくれるよね。夏黑兔一周年，投向星辰的漂流瓶，愿你的倾诉都飘向有人倾听的地方。忘れない忘れられない輝く一ページ。随机抽选角色的属性：异国加一，可爱加一，惊讶版加一，肥胖加一。哇，加 N 啊！不可以用牙齿，不可以吐出来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黑。我没办法讲话，太满了，太满了。干，真的，而且你真的是在喊东西，应该是苦茶吧？没有，应该就是你的东西。没有，没有，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下到地狱那边，后来我上不去了。我们都知道原因，全部都是确实确实确实。那个在 YouTube 圈应该没有人拍的地狱梗比我还多了，我还因为因此被 ban 过。选出下列包含女性的方块，如果没有选到，请点选略过。哇，糟糕！一张照片各自表述哦，不是 哦，每一张都是，每一张都，每一张都不是哦，每一张都哦，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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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玩了会玩了。哎，各位观众看到这边，最近啊，我和六开了一个新频道，叫做 BR 俱乐部，是纯粹的航海王的卡牌频道。其实卡牌我们是都会拍的，只是目前都是航海王，然后我们也会拍一些航海王干片这样子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订阅我们的 BR 俱乐部，统一放在那边。我胖到小学参加减肥班，我胖到体验终身免疫，笑死，笑三小，不然你是有多胖？我胖到过年回阿妈家，阿妈叫我吃一碗蛋。确实，真的吗？这真的发生过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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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当黑羽得知有一群可怜女孩急喝水，哦，要赶快给你们喝苦茶。哇，那时候你头发还有染色耶？对，我那时候头发还有染色。是什么时候啊？这个应该有隔蛮久的吧，两年前吧，两年前，还是大家都还在这里的时候，没错没错。要怎么停止思念昨夜的笑声 ？Ben 他陌生钥匙啊，我的就在这里在录。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这个不错。平常接的对话不错，是平常我都听到声音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蛮好笑的。精髓，这种精髓有，有。对对对，科学界的爱因斯坦，苦茶界的爱因斯坦，对对对对，谢谢。这个苦茶，它的原子力学已经达到了不可描述的地步了。你从开始用苦茶来开片到现在，应该已经可以喝到说，哦，这个是哪一家的？哦，这是哪一家？确实、欸，那时候我至少三家可以，苦茶之家、德安清草茶，然后还有一家是迪化街，这样子名字都背起来了。确实，但差距是真的喝得出来的，你一定也可以。就是那个吧，我觉得上一家跟这一家最新的这个，我觉得最明显、啊，差很多、欸，差太多，那个是更不同饮料。这一家超难喝，你无法忘记它多难喝、欸。而且你们可以看问黑羽，就之前苦茶我是会自己倒下来喝的。对，他最新这一家是凯若有茶，不行不行不行、喔，今晚有好玩的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他不知道我们是男的对吧？嘿嘿嘿嘿，对吧？黑羽看 V 男友一定看他们的社图是吧？我真的没有哦，真的真的不会、是哦，自己加艺人的没有啊啊！你都看艺人本人，不看社图、不要不要屁朋友哦！你都看你的社图啊，观众画你的，然后你自己看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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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。所以我在也不需要需要你了。我现在卓一需要我，他还会要在工作室开台，哦、还要跟我借工作室电脑。这卓一需要我，走下去吧，卓一不要下去吧，下去下去，你喝七杯尾巴了，你喝啊，黑羽你喝、啊。黑羽你喝、啊，我真的喝不下了。当我在鬼月看黑羽第一个是鬼，我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是地狱梗，然后鬼会抓哦，没有看地狱梗，懂是吗？又是黑鬼。哦、你们这个真的是博大精深哎、欸！哦，竟然里面暗藏了地狱梗，全球首位50万 YouTuber 全新交易游戏。当你家突然冲进十几个警察，糟糕，不会是地下室的小女孩？哎、欸，我没有，哦、没事，不要乱讲 哦。那时候墙壁上还有郭狗狗海报，现在没有哦。哦，是这个原因拿掉了，没有，也不是啦。啊，好久以前啊，好久哦，哇。仔细仔细聆听，仔细解说。等等，那是眼泪吗？靠背。那是我们去大雅工作室那时候吃妈妈，对，去年年底嘛。对对对对。哦，那时候还没烫、欸。其实真的蛮好吃的。成为小黑粉前黑粉都是色色的相簿，哦，全部都是我的梗图。对，现在逐渐还有我女儿的那个。哦。哎、欸，放这张图的，搞不好就是。
做了今天这部片的，对，真的，对，哎，没了，没了，哎，我其实觉得做的不错，哎，我觉得卓彦的最棒，就是平常我们的日常对话，对，我们真的会讲对话，对，做这张图一定长期观看，对，长期观看，对对对，哦，卓彦就是这个样子，没错，卓彦就是这样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这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影片，欢迎在下方订阅，喜欢订阅别忘记订阅凯罗频道。那凯罗现在有发那个绝区令跟磨练的影片，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就下部再见，拜拜。